是由宗明老师带领我们，就是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去自弹自唱。那下学期会开流行乐跟民谣歌曲，那希望就是说，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年轻人，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唱唱歌、弹弹吉他。再一次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们再用热情的掌声，谢谢他们带来精彩。